欢迎收睇劲曲金歌，我是崔健芒阿 Mango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同大家倒数本周劲曲金榜第十位，由一男子一手包办曲词编监，一首政府送俾广大废青嘅作品《No Chance》，选票大过天。同学爱筛选，选票大过天，有得选你仲话唔掂，连甜大笑不够甜，周融。现在我未成年，让你选先。水是故乡红，你今日感恩咗未？第九位污水三千主唱麦浚口。三千东江水暂住大陆天空，再贵也要买，我惯了亲中。曾经有一个至真的电视台挂在我面前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。如果要我为这个电视台定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永恒。第八位极品如亚视永恒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想亚视永不死，穿过了黄金，跨过了危机。主要这位歌手其实是李俊宏，做些音乐策划性质，版税那边都会有500-700。第七位想和你去星星空。很想和你再去伸伸空，去伸伸空，有半人在一个森林上太空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开始跑树，整三条片每条大约一分钟。每个人都试过碰钉，碰着三寸咁长嘅钉，你又试过未？第六位有陈议员用佢三寸不烂之舌唱出嘅呢一首《几寸钉的约会》。地下铁碰着大妈，好比思念女神进入梦。地下铁偶遇大妈，来上载在 YouTube 中。人总有失调嘅时候，但作为艺人，一失调就会被人调看。第五位思觉兴，思觉失调 Ridiculous Mix。极危险，连思觉像也失调，无办法继续食面，是我太介意，太过肤浅。不偏短信留言全部闹我，个心污糟洗够也浅。最近越嚟越多水货客走私美国牛扒去内地，人形动物歌手阿牛感同身受，同牛迪盖为我哋带嚟呢首唱作作品。第四位，对面的水客不要看过来。对面的水客不要看过来，不要看过来，不要看过来。你已经尝晒我的牛奶，请不要好吃我的牛排。同一个题材，另一个角度，用一首歌的时间为所有辛勤的水货客发声。本周季军歌曲《牛奕迅牛来牛往》。上车分货你最挂念谁，过劫打开身边竟是谁，过关车站里尚有月台能让我们走私这玉女。最近一众日理万机的小朋友都忙于沾入名校，但即使是这样，他们依然在百忙之中抽空灌录了这首作品，并成为本周亚军歌。喇沙真的爱你，主唱繁忙儿童合唱团。绘画路上乱透我的心，在操持上无言地送赠，电脑只是战胜工作坊，教我魔术跆拳道，请收我喇沙真的爱你。高举手榜，拎握红裙，车灯尾都见不到。本周冠个棍何韵吹明张木胆，这个时候又请阿吹将个台交给你。若有一天共害命像木胆的爱，我怕苦辱你太意外，只会有主席速度最少肯肯定不存在，就算恨作换题情愿敢翻碗盖，鸭算有密码不公开，我一向都关自言自语抹泪云外，谁话我致命on office， 我心想 I don't think so long， 预约你会去下载，同样我去串流都可下载。